唱歌给他听啊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树呀树呀，我把你种下。等一下我牵你上来，那我们来称赞他一下，就唱歌。苏雅苏雅苏雅，你要什么？你代表你要、我要你长大。小樟树，这是我们家那个友友还有三奈还有小树一起种的树，然后你要那个好好的就长高，乖乖长大啊。那我们有我对古坑阿公来讲，我觉得我很怀念他，我也很尊敬他，然后我会觉得我会想要一直有机会，包括下一代有机会都来阿公所带的这个种树的这个地方来走一走。这样虽然觉得遗憾，热闹的三合院里再也看不到阿公熟悉的身影，不过儿女们都知道，好客的阿公如果看到今天有这么多人在这里一起帮忙种树，一定也会很开心。他在病房的时候一直提到他的树，一直提到他喜欢的什么树啊，然后感谢各位说能够今天要来跟阿公分享这件事情，那非常谢谢各位。我在讲说阿公就像我的爸爸一样，那因为我的父亲哦跟阿公其实两个是老朋友，好、哦，两个老的朋友爱的对啊。那他们两个在去天堂之前哦，在医院又在同一家医院，对，然后彼此都会去关心同一家医院。我觉得透过我们大家一起这样的一个缘分，啊、然后好像又变成是一家人。今天那个家族又扩大到大家都是一家人，这个是很棒的事情。还有这里的人，有你要去吗？要啊，一起去吧。应该没有。梅金，阿公要过身在的慈济安宁病房。伊还佫讲一句讲，我最大的愿望就希望讲恁兄弟姊妹啊吼，大家心连心，哦，啊较团结嘞，啊甲这片树呐，佫顾大长起来，哦，后盖佫几年就免很辛苦啊，这是阿公的愿望。对，阿公了无偌久，爸爸就放心。这是以树之名的坚持。说的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，是一个人只要愿意开始就能改变的未来。重要的其实不只是种树这件事，还有台湾人吃果子、拜树头、饮水、思源头的缅怀与感恩。